卡吹出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各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开箱竹北旗舰店，号称在竹北最高大上的发廊。为什么叫高大上呢？位置宽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有独立的停车位，周边呢也有停车场，所以呢，来到这边非常方便。我们自己的停车场哦，门口目前可以停三个位置，单，可以的话旁边也可以停，跟着我的脚步进来吧。来，打开门，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造景的，你相信这是我做的吗？很美吗？等候区可以坐在这边等待的时候，旁边还有杂志，可以看一下我们 Star 自己出刊的杂志 Star Never Star。我们全台湾蛮有名的作家，还有一些明星他们的一些故事，蛮有温度的一个杂志。这一区呢，就是我们的美睫室，很舒服哎，就是来到这边，你就是用头发，你还可以美睫一下，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空间呢。啊，椅子坐起来蛮舒服的。然后发廊最重要的是厕所，我们很多客人都会跑来我们的厕所拍照，就是九马龙的香水耶。这边拍照的光线很好，有没有觉得哎，苹果肌吗？三大独立区有没有看到？位置都还蛮宽敞的。其实来发廊哈，每个客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有个人的一个空间，然后跟旁边呢也不会太近，这样子给客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舒适感。还有 menu 呢，好多饮料哦，这些都是我们精心预备给客人的，有可乐、雪碧，还有苹果汁跟柳橙汁，还有健康的竹炭水。在竹北 Star 旗舰店呢，不止位置大，然后也有自己独立的停车位，然后我觉得周边设施还不错，而且早上来的话，因为现在太晚了，那边还有一个绿化的公园，其实早上看过去那个 view 不错。为大家开箱，噔噔，戴森，戴森卷发器杂种本，就是戴森的卷发器啊，戴森的吹风机，戴森的可乐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这里是我们的 SPA 区，法兰绒的被子哦，哇，冬天盖起来很舒服。其实竹北 Star 旗舰店就是大家看到的，就是很非常舒适，也比较宽敞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商品区，各大世界各大品牌的商品都在这里。不管你是头皮油啊，头发不好、发质不好啊，然后想要造型啊，都可以跟我们设计师讨论一下，他们会给你最完美的、最适合你的商品。这是我们主推的酷染包。买二送一，年终大回馈。今天为大家开箱竹北 Star 旗舰店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想要做美美的造型，想要做美美的头发，我们影片下方都有连结，还有我们的联络方式，还有我们的地址在这边。OK， 卡吹出动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卡吹出动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